出完考卷了，肚子有点饿，大家应该都睡了吧？没办法，偶尔也自己动手做点夜宵吧。怎么都是方便面？哦，对了，这几天大家都忙着复习，好像没出去买过东西。难得想做夜宵，泡个方便面也太随意了吧。找到了，只要有了这个罐头，再配上方便面，也能算一顿豪华夜宵了。毕竟那时，连这种最普通的午餐肉罐头，也是奢侈品呢。因为执行任务被困，手上只剩最后一个罐头。不，还不能吃。那时的我，是这样告诉自己的：只要能活下去，就能每天吃到午餐肉了。夹着午餐肉的三明治，午餐肉切丁做成的炒饭，还有，金子们，坚持住！老师，季子老师，福华，还没睡吗？明天早上还有考试吧？听到厨房有动静，我还以为是 Kiana。季子老师在做餐蛋面吗？餐蛋面，原来这个还有名字吗？在我的家乡就是这么叫的。我说你不用特意戴上眼镜吧？午餐肉要煎到两面金黄比较好吃。我还没有烧水，而且蛋也没有煎，怎么办？季子老师，这里就交给我吧。煎过午餐肉的锅子可以继续用来煎蛋。浮华的动作还是很熟练的嘛，只是煎个蛋而已，换谁都会吧。要单面还是双面的？单面。水烧开后，放入面饼和调味包煮三分钟左右，最后还可以在面里加几片生菜。谢谢你，浮华，我这个当老师的真是被学生宠坏了。好香啊。好好吃。看来你真的饿坏了。那时的我就是这样想象着餐蛋面的味道，但是已经不再是那个时候了。不是，应该说和以前想象中的味道不一样。突然跟你说这些，你可能很难理解吧？不，我明白的。不管是什么食物，总有一些时候会觉得它是世界上最好吃的东西。